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林海岩。林海岩先生对祖籍国、对中华文化的深情令人感动。1949年10月1号的时候，他的爷爷是第一个在毛里求斯唐人街挂起了五星红旗。这段历史，现在还让我们能够记忆犹新。现在，新唐人街的计划落实的怎么样了？新唐人街的计划继续，有三个步伐。我觉得这个唐人街改造唐人街不需几年的工作的，几乎可以说一辈子的工作的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